头痛晕眩是现代人常见的文明病，主要原因就是低头族横行，这里低那里低，到处都要低。长期的姿势不良造成的肩颈部位的肌肉过度使用，脊椎承受了过度的重量，导致了驼背跟水牛肩，肩颈就容易酸痛，关节错位，还有可能有头痛晕眩的问题。而有头痛晕眩的问题，通常都是中风的前兆。那要怎么预防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当低头族了。可能吗 ？Mission Impossible。打打太极拳吧，打太极拳要身正颈直，虚灵顶劲，顶头拳的功夫呢，将你的脊椎直直的向上串起来。来为大家示范一下，太极穴道按摩健康养生操，口诀是：左压压，右压压，举头望一望。低头看一看，左转转，右转转，头顶拔一拔。下巴收一收，向左看，向右看，前弯拜一拜，后仰伸一伸，左抓抓，右抓抓，风池按一按，肩膀敲一敲。希望大家多动一动，做事要忍让低头。太极道是以退为进，做人的态度要懂得低头谦逊。虚心足有低头业，黄金道有低头岁。身体的低头族就少说一些吧。